こう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たんだ。マキさん頼む。止めろマキ。何をやっとるか。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王大仙。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的是敲碗已久的集训陌生医天赋基本成型的攻略。那么他现身为首 ban 必选，宁愿放过刘川，你都要先 ban 那木。那么原因正是因为他目前的定位是拥有强力进攻的全能型组织后卫，即便是基本成型上场，都已经是哪边能拿到哪边赢面就大。那么事不宜迟，我们训练开始。影片开始之前，还是点赞、订阅、分享哦，并且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不错过任何进阶圈的最新动向以最新。首先要点的就是胯下变向突破，那么点出顺势突破这招，这一页的顺势突破呢，是木单方向的第二段突破，也是木所有的组织或者进攻最核心的一个起手招式。反转勾手的话呢，是两段突破之后会折返出手的，虽然它是调剂用的一个招式，但这招它胜在是中投，当你用过几次攻框招之后，你拿这招出来用的话，得手率会提高。那么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哈，大家看到它每一页上面都会有由帝王进攻或是帝王防守延伸出来的那种加强版的招式，如果你的大招那一页你还没点出帝王进攻或是帝王防守这两个技能之前呢，这些加强版的招式即使你点出来了你也用不了，那么这里大家需要知道一下哦。其次就是点突破顺步上篮，那么点出欧洲反手上篮，这个呢是集训木最常用的一个攻框招式，也是有二点的变化，你单单是一段或是两段的突破混搭一点或是二点的出手，就在进攻端很有发挥了。而且这两招呢出手速度快，特别是二点的反转上篮呢更是角度刁钻，你配合反转勾手的话，就目前这个进攻力呢已经可以完爆很多小前锋的。再下来就是小天勾，这一页点出突破小天勾非常好用一个中投招式，它拉的距离够长，这招最强的地方是在于你用出这招以后呢，它会比原本突破结束的位置多跑一步再出手，这样拉出来的距离更长，甚至你可以用两段突破再衔接出手，这个位移距离真的是不夸张，整整半个场了好吗。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混搭两段的攻框或是反转勾手，所以说为什么集训木进攻强，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了吧。而且目前为止这只是基本成型的阶段哦，都还没到完全体。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防守招式，你先点抢断或是盖帽其实差别真的不大，抢断点出蛰伏顺断就 OK， 没点帝王防守的话反正你帝王蛰伏都用不到的。顺断蛰伏呢是撞停之后加强抢断一个招式，跟进阶流川一样，你没撞停之前它只是一个普通掏手的动作，你撞停之后呢就会带一小段位移的抢断，它这招不是必定成功，只是提高了成功率而已。七身盖帽呢你就点出飞身追帽就 OK 了，反正也是用不到帝王七身。飞身追帽的话是一定要加速状态才能触发，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我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帝王七身啊，虽然说是成功冒到对方的球会瞬间把球传给队友，看起来很强哦，但是它跟当初樱木的那个篮板传球一样，如果你附近的队友跟你是同时起跳，他妈这个球是会砸到他们身上而导致掉球的哦。这个这么弱智的传球 AI 真的是给我整无语了，你哪能想象得到我堂堂一个帝王木居然会传出这么烂的一种球。那最后就是大招了，点到助攻为王就好，那么这样的话集训木的传球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强化。开启了助攻为王这个天赋之后呢，你用帝王传球传球给队友，这个时候队友不仅有进攻的加成，而且只需要在三秒内出手得分的话，帝王传球是会回复整整一格，不是几十点能量，而是一格满的帝王传球，这也是为什么帝王传球可以长期运转开来的一个核心技能。而其他的也是基本强化传球能力的天赋，这样的话即使面对绿光藤真或是电光工程的话呢，也不用太怕帝王传球会被截球。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分毫不差这个天赋呢，主要是为了更顺利触发队友的接球型的招式，他对接球的距离是有了一定的改善，从而减少因为接球距离过长或是过短从而导致接球失败的状况。那至于帝王空接传球，主要是为了辅助像是集训花型和集训赤木这类空接型的招式，优先度就相对没那么高了。 OK， 那么以上点完的话就是基本成型的阶段，需要的素材大概是那么多。你点完基本成型以后呢，就可以回去点小天勾或是胯下变向突破这两页，小天勾那页点出接球天勾，这个是阿木唯一的一个接球型的技能，
能，并且他在接球的同时也是带位移的，做一个中投的招式来讲是相当好用。而胯下变向突破点出拉杆上篮，因为这样的话阿木就会出到几个非常实用的招式，一个是背后运球突破，速度快跨度大，也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折返。这样的话呢，你不仅有单方向的两段突破，还有折返这种选项，而且背运也能使用欧洲反身上篮一二段，那简直是划算到爆。另外的话就是背运转身战斧以及它的二段变化拉杆上篮，如果跟你对位的是后卫角色，你用战斧可以很大几率直接把他们撞开，拉杆就更加不用说啦，真又帅又强，你跟欧洲部混搭过的攻框的话真是蛮横得很。这些招全部出完的话呢，吉旭木基本在进攻端已经很能打了，大部分的进攻手段都已经有，再剩下的话你就点大招，点出帝王防守和帝王进攻的话之后就真的是随意啦。吉旭木其实身为整个游戏里消耗大头卡最多的角色，里面确实还蛮多骗卡招式的。那么看到这里或者大家会有个疑问，哎，不是说没出帝王进攻的话，那你点出像是帝王撤步勾手或是帝王突破勾手这些招点出来也用不了嘛，对不对？是的，没错，确实如此。但这两招作为接球勾手和背运战斧的前置招式，你不点背运战斧这些招也出不来。我说白一点，就是用这两招暂时用不了的招式来换取接球勾手、折返、背运战斧和拉杆上的这些招式而已，二换四。那至于值不值的话，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啦，因为你毕竟你出了这些招之后，你的集训木基本都是火力全开的状态。 OK，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潜能。由于集训木的招式呢是非常需要能量的，所以我推荐潜能呢基本都是以能量运转为主，那毕竟没有能量的集训木就跟个废人差不多。那么第一套是泛用综合套，蓝色能量累积，黄色中投盖帽，绿色抢断盖帽，特质用的是场内焦点、欢呼、决胜意志。那么其中单挑王、灵动防守、突袭、也就是以前那个我来得分哈、王牌使命、摇摆人作为备选。那么这里先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集训木能量运转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呢欢呼是一定必带的，要不然的话你连帝王传球都无法随心所欲的用。关键是第二块的能量特质，突袭和焦点之间的选择。焦点的话呢，不仅可以提高助攻成功时获取的能量，还能帮队友增加进攻的命中。你配合木的一个天赋助攻为王，队友单单是接到你的球的瞬间就有 8% 的进攻加成，可以说是泛用性非常广的一套。但问题是在于你的队友要懂配合才行哈。如果是单排的话呢，其实你用突袭的效益会更高，因为木在进攻回合得分是非常容易的，也可以更好的保持能量运转。而且突袭的话它还加大招的上限次数，你在满天赋之前呢，你给帝王进攻或是帝王防守多加一个上限，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我个人在点满木的天赋之前我都是用突袭的。那么这套综合套顾名思义就是泛用性最广的一套，平衡的兼顾了盖帽和抢断的属性，配合灵动防守整体效果发挥的最好。但问题是这套呢偶尔上篮会打铁，有时甚至一场会打铁一两球啊，这个就很难受了，有的时候是关键球打铁，那真的是想哭都没眼泪。而制胜意志就能完美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晃倒率，加强进攻效率，加传球速度，让队友更有机会拿到空位。所以目前用制胜意志呢是打得比较舒服的，至少攻框的话基本不怎么打铁了。那么其次就是盖帽套，蓝色能量累积或是弹跳中投，黄色中投盖帽，绿色盖帽弹跳，特质用的是投篮封锁、欢呼、摇摆人，其中焦点、突袭、制胜意志过来备选。这一套呢主要是针对射手阵容的时候才会拿来用。老实讲哈，集训木的盖帽手感还蛮差的，你别看他跳那么高其实没怎么卵用，你用的时候真的就是用木身衣的身体盖出了安田的手感，那盖帽能力比普通的木差得多咯。最后一套呢就是抢断套，蓝色能量累积或是传控中投，黄色中投抢断，绿色抢断能量或者是抢断传控，特质欢呼、焦点、单挑王，那么其中灵动防守、突袭、制胜意志备选。这套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套，虽然说集训木的防守能力真的是全方位不如普通木，但是当能量运转起来以后，你来个帝王折服二连发甚至三连发还是很强势的。而且得益于抢断属性的提高，即使在普通状态下的截球率也会比一般情况来得高，如果其中是有关键球的话，哇，那简直划算的爆啦。唯一的缺点就是面对射手的时候呢，这招会比较乏力，那毕竟射手们的传控度比较高，是没那么容易被你偷到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看完
们以后觉得对你有帮助或是有参考价值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之后也会分享一些集训末在使用上的一些小技巧给大家，不想错过的观众记得打开小铃铛哦。我是王大仙，我们下部影片见，拜。